河若铁路最主要的特点，就是在沙漠当中修铁路，在全长825公里的范围内，有630多公里都是在沙漠和戈壁之中，占整个线路的全长75%。我们全线呢，就是芦苇草方格呢，大概是5000多万平方，这个种植的植物呢，总共1296万多株。